微微就是秋天里每片落叶，微微就是彩虹里每滴雨点，微微它很渺小却从不疲倦，微微就是我们，微多少次在迷茫之中寻找方向，多少次跌倒之后再站起来面对，再勇敢去闯。博伟，哎，干嘛呢？厕所。又上厕所呢？没有。那你赶紧出来啊！出来了。到妈妈这儿来。哎，你怎么阿姨了？你是说她还是跟她吵架了？没有啊，怎么了又？哎，没有，为什么都说她怕你啊？她怕我干什么呀？我跟她都没什么交流。你出差那段时间，我俩说了一共不到十句话。那谁知道？你咋了？没事儿。没事，你躲着我干嘛？没事。我看你。这怎么了？这是？磕了一下。磕了一下，你逮着眼睛可蒙谁呢？哎，你轻点啊你！对不起。我大哥今儿找我来了。长岛冰茶的大哥。啊。叔叔，哎，好，哎，您快坐。好，您快坐，您坐，您坐。叔叔，上次没拿按时赴约，真的不好意思，公司那边临时出了一些突发状况，真的对不起啊。过去事儿不提的了。您想喝点啥？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聊聊天。哎，没问题，我们聊聊天，您有什么您尽管说。那我就问了，俺听问，你对我女儿安心是什么态度？我就是挺喜欢安心的。这个不是我自夸，我们家闺女有颜，有钱，没孩子，自带一套房，最重要的是旺夫，绝对是。离婚市场上的一张王牌。你呢？虽然条件也还行啊，但是年轻啊，这个不是资本。你还带孩子呢，你跟我们家安心要在一起，绝对是你赚了。是，安心确实很优秀。那你是不是想跟我们家安心在一起？就是你是不是认真的吧，叔叔？我是认真的，我肯定是认真的。要是认真的，那我跟你说件事儿。哎，你说。你了解安心啊？是。人美心善。对。我的前女婿，你也知道吧？这不是破产了吗？安心啊，念旧情，想把这离婚以后分的财产都还给他。老姜说了，这个餐厅呢是您以前最爱吃的，所以今儿必须定正。哥，哥，嫂子到了。来了。合同呢？先坐下来吃个饭吧。嗨，
不是着急吗？那就先看合同。也行。好，来，服务员，上菜。好的，请稍等。嫂子，您看一眼。如果情况乐观的话，我们会按照年利率12%付给你。嫂子真仗义啊，知道咱们难，这合同上啊连利率都没要求签。但是嫂子咱们自己人啊，到时候呢就按照最高的算。有笔吗？啊，有，有有有。谢谢你，一起吃个饭吧。嗯。以后别叫嫂子。既然是真心喜欢安心，你不能看着他犯傻呀，你得劝劝他呀。叔叔，是这样的，安心没有跟我说过钱的事儿，而且我觉得我跟安心现阶段不太好过多的去干预对方的自由。都认真了，还自什么由啊？不是，不，我理解你的难处，名不正，言不顺嘛，是吧？你赶紧先证明。不是叔叔，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不太好插手。死要面子，黄花菜都凉了，我替你想辙呀。是，我明白，我明白叔叔说的意思，我也谢谢叔叔这么愿意帮我。哎，互帮互助嘛，帮你也就是帮我们家安心啊，赶紧约他。好，我尽力。哎，是，我一定尽力。这就对了，是吧？天黑了，我先撤了。哎，叔叔，我送。哎，不用送。哎，你赶紧约他。哎，现在就约啊。哎，好。嗯，就这样，再见。哎，叔叔您慢走啊。哎哎哎，叔叔再见。好，再见。又失恋了，我都没想到我跟你的情谊居然让我可以身怀六甲三番五次的陪你来这种声色场所，我对你的爱已然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嗯，好了呀，会感谢你的。嗯，哎，来杯温水啊。谢谢。我认为啊，还是我被你的财力所震慑了。
怎么了？跟陆森宁不行了？没有。哎呀，怎么说呢？江宏凯出事了。啊？那活该啊！出什么事儿了？他财务上真的出了问题，这次很有可能进去。前任进去了，现任出来了，这不是很好吗？哎呀，不就顺着你的话茬吐吐槽吗？骂出来心里痛快点是吧？你说。然后，他走投无路来找我了。借钱？嗯。那你怎么想？答应了。谢谢。你真答应了？嗯。不是财务状况你搞清楚没有啊？啊，是真出问题了吗？除了你就没有别人能救他了？查过了，就是这样，没问题。行。按钱都已经借完了，就不是来找我商量要不要借钱的事儿。那你愁成什么呢？又后悔了？哎呀，我原本以为啊，江宏凯过得越不好，我心里就会越平衡，但是现在看起来根本不是这样。哎呀，怎么说呢？希望他过得不好不坏吧。嗯，借钱呢也不是纯属帮忙的，算是投资吧，利息蛮高的。行，算你不白痴。跟他签完借款合同以后，那种感觉很奇怪，我觉得好像比以前还有现在，我们两个从来都没有熟悉过，好陌生。那这是好事儿啊，说明你心里现在已经全部放下来了呀，这得庆祝啊，是不是？哎哎哎，嘣，就腾，啪啪啪啪啪，你看多好看，噼啪噼啪噼啪。嗯，所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嘛。那你心里愁成什么了？说呀，说重点呀。那我直问了啊，你跟陆泽宁到底怎么了？他的光曲出版的那一天，我跟他见了一面。就见了一面，然后呢？没别的了？对，我懂啊，我懂。哎呀，那然后呢？然后约好了第二天要再见面的，因为江宏凯出事了嘛，就没有见到。嗯，再然后呢？没有然后。什么叫没有然后了？你俩现在没联系了？嗯。是他没联系你，还是你没联系他呀？都没联系。几天了？两天。这样啊，如果明天他还不联系你，你就直接问他，他想怎么着。如果他不想负责任，哎，我跟你一起弄他啊，弄我欺负我姐们儿。哎呀，好累呀。啊，别谢谢你了，为姐姐服务嘛。好，你姐姐，别这么含情脉脉的看着我。
哎，别忘了啊，我做饭，你们产检完了就过来吃饭。哎，爸，我知道了，完事儿就去啊。好，就这样。嗯，我现在做产检，嗯，有什么事你给我发微信吧。嗯，行，好，拜拜。哎，老婆，快点吧，嫂子发微信说他已经到了，在停车场了。他怎么那么早啊？他不是一直说要陪你产检吗？送完孩子直接过来了。哦。您好，这里是程先生家吗？啊，是啊。哦，您的快递。啊？哎呦，我停车。啊，谢谢啊。什么呀？你买的？爸买的吧。走了呀，嫂子不还等着呢吗？包拿了吗？哦，拿了拿。快点！哎，我一同事他跟我说，当时做这检查的时候，就走楼梯来回走了三趟才把这检查做好。跟你说，你得跟宝宝好好商量商量。有用吗？啊，宝贝儿，一会儿好好表现啊，别折腾你老妈，我听见没？都睡着了。哎，醒醒，醒醒，醒醒！哎哎哎，醒醒！哎，轻点，快点。程良，你过去取个号，我和姚薇去那边等。行，爸马上来啊，情绪保持住。检查没通过，赶紧让宝宝动起来。那我是不是也得听听音乐动一动？哎，别急，进去看看再说。哎，我看看你们都带了些什么。带了山楂面包。哎呦，不行，下次我也得带上。哎，这边给你一个，谢谢啊，谢谢谢谢。怎么挂个号这么久？我刚听旁边人说呢，宝宝喜欢吃甜的。三小时就来了，嗯，多少号？哎，我看了一眼，就这一箱人最少，其他的检查可能就更多。那就先查这个，查完了以后，我到那边等着。这现在吃还是待会儿吃？现在吃。吃吧，抓紧吃。吃个黑巧克力。抓紧吃。13号姚薇来。大早。来了来了，给我。再给我吃一块，再给你吃。13号，哎，这边来。好，来吸气。好，很好，保持。呼气。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啊？没说就没问题。来，呼气。好，很好，保持。
哭泣。你赶快给林主任打个电话，让他来一下啊。林主任，我是 B 超室，麻烦您过来会诊一下。怎么了？有点问题，等林主任过来看一下。来了，哎，哎，医生，这什么意思？应该没事吧？医生重视吧？这个事儿呢？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很遗憾地通知你们，你肚子里的宝宝胎停了。什么意思？胎停了？怎么可能？是不是搞错了？是检查的时候他没有在肚子里面动吗？那这样，我出去运动一下，我听听音乐，我待会儿再测一次。是啊，我们再看看。你们上回来检查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当时的胎动明显，很可能就孩子求救信号。你最近腹围是不是增加的慢了？那我们以为是正常的，我老婆本来就瘦啊。腹围没有变化，子宫不再随着怀孕周数而增长，乳房感觉消失，胎心在消失，这些都是此胎的表现。那什么原因能查得出来吗？这个我们还会做进一步检查，可能是缺氧引起的，原因包括胎盘因素。由前置胎盘、早期胎盘剥离、脐带脱垂、脐带打结、脐带影响。理解你们的心情啊，但我现在要建议尽快终止妊娠，赶紧做引产。我建议马上手术，不然孕妇有危险。妊娠过程这十个月里啊，是会有概率发生这样的意外。现在最重要的一定是保护孕妇的身体啊。小王，给我准备一个手术室，做好术前准备。我给你开个单子，我们赶紧交费去啊。都检查好了吧？哎，我打微微电话，他怎么也不接啊？忘了跟您说了，我跟微微现在临时有点事儿，就不过去吃饭了。啊？那我这菜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出发，我下锅呢。要不你们晚上来吧？晚上应该也不过去了。你们有那么忙吗？那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自己注意休息，尤其是微微，你给我提醒他点儿。这身子骨了还这么拼，嗯，哎，真是让人不放心啊。知道了。哎，对了，检查结果怎么样？没事吧？挺好的，啊，还挺好。啊，那就好。嗯，
爸，我现在还有点事儿，我就先挂了啊，我再联系。好，挂了吧啊。啊。缴费已成功。这种情况谁也不想看到，你千万别多想啊。越是这个时候，你越得撑住。还好他的月份不大，术后呢，好好养养身体是没问题的。你和姚薇还年轻，以后要孩子的机会多着呢。他个性又强，我相信他很快会挺过去。但是你得做他的后盾啊。好，出来了，出来了啊！好，出来了啊！好嘞，好了，快了啊！这就好了啊！好了啊，这就。别看了啊，看了以后更难受。我求你了，你有点撕裂，你给缝一下啊。
我醒了，哭了。别哭了，医生嘱咐我了，刚做完手术，不能哭太多，对身体不好。要保持好心情。你说。我不是因为我们之前说不要的，然后被他听见了，所以他就生气，又来找我了。怎么可能呢？咱们两个这么爱他，他一定能感受到的。宝宝应该是来的时候忘拿礼物了，等他取好了就会再回来。我听说每个宝宝都是小天使变的，他们喜欢谁才会来当谁的宝宝。是因为喜欢我们才来找我们的，对吧？嗯。所以，他一定是给我们作死的，对吧？他一定好过才来找我们的，对吗？你别难过了，老公。好不好？我没事儿。老公，你这么想就对了。他一定还会再回来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你人没事儿，咱们还年轻呢，孩子还会再有的。但是你看你老公这个身体多强壮啊，正是好时候呢。回头我再好好补补，多吃点海参生蚝什么的，没问题。他做饭肯定特别补，咱们俩先给他造了，一步一个脚印吧。哎呦，怎么了？你先来吧，味儿有点臭。什么呀？没看清，红枣、当归什么的。
啊。还好吧？没事儿。行了，你别撑着了。我是你哥，这人看着挺随和的，其实就是自己一个人憋着。哥，我他妈理解不了。前年孩子还有心跳呢，上回产检，胎心、胎压全都正常，然后突然间这孩子说没就没了。我在医院等着的时候，我看那个产房门口，一会儿被人家孩子抱出来了，一会儿产妇推出来了。谁家不是开开心心的围上去？我家就不是。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些啊？姚薇怀孕之后，每一次产检我们都认真做了。怀孕前期，每一次苦。我老婆一点没少吃，家里孩子要用的东西，能准备的我全都准备了，就等着这孩子进门，老天爷给他带走了，他凭什么？情绪我在姚薇面前我不想，我也不敢表现出来，但我真觉得不公平。胎儿胎停的概率是16%，偏偏落我家头上了。你是不是想跟我说好事多磨？哦，别人家都顺顺利利的，跟我这磨起来了。出这种事儿吧，你还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姚薇问我，我会不会怪他？我说不会，我怎么会怪他呢？但是我怪自己，我没有做好这家的顶梁柱。你要么就不生，要生。心就应该再狠一点，你让大家好好休息，别让他工作了，是不是就不会出这事儿？说到这个，其实还在工作岗位的那些孕妇们，那比例高达90%呢。那这关系不大。你看，我又说到数据。你说，我不说了。我绝对好了，我下辈子投胎当女人，想不想生，想怎么生，什么时候生，我自己做主，我自个儿扛。你现在还是壮年，正是好时候，孩子还可以要，但是要孩子的方法，还是可以掌握一些的。我今天一出门，你嫂子就嘱咐我，就说我别乱讲话。你知道你哥的短板就是不善言谈。啊，对了，我准备了一段话。这个不押韵啊，但是那意思。
每一个宝宝都是小天使，他们喜欢谁就会选择那两个人做自己的父母。母亲说每个宝宝都是小天使变的，他们喜欢谁才会来当谁的宝宝。宝宝肯定是来的时候忘拿礼物了，如果娶我娶回来就会来的。这段时间啊，你要多关心一下尤薇，孕期激素水平升高人就容易快乐，但是生产后激素水平会迅速断崖式下跌，人特别容易抑郁，再加上碰上这样的事儿，他肯定更难过。所以呢，你回去还要多开导他，做下他的思想工作。我决定了，生下来，生个金娃娃。天上飘着短命的泡沫。